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午安。好，我们接着呢看连篇的序语，第二段序语。我们上一次已经双纲签表已经跟大家交流完了。我们看到经文讲到呢，孔子曰：“古之经也廉。”这一段话呢，在《论语》当中讲到古人有三个缺点。但他这些缺点当中是有点太过了但他的本质还是有可取之处就是古之狂也是这个是原文今之狂也荡。古之今也廉，今之今也奋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这个古跟今是孔子那个时候称今，孔子以前的人称古所以孔子讲到呢他们那个时代以前的古人纵使呢性格上比较狂妄狂人但是呢这个士就是他讲话比较敢直言不会有什么避讳有时候可能呢冲了一点但是还是比较直率古之狂也直。好，当您看到一个人呢讲话呢有点狂很直接，你会有什么感受？首先是考虑自己舒不舒服，还是考虑他讲的有没有道理？诸位学长，你会先感受哪个部分？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两三代人呢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都不算是很牢固，所以要求一个人德行上呢方方面面都没有缺点容不容易你说先看看他有没有温良恭俭让再考虑听不听他讲这个时代很难，不可苛刻苛求于人，要要求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纵使他态度不是很好，不以人废言，只要他讲的有道理我们都应该反思接纳，不能说呢这个人表情我不接受这个人讲话的方式我难受，我就不听他讲话了，这是我们度量太小
修养太差了。哎，假如人家态度不是很好，我们就懒得理他呢？请问我们的态度能服人吗？人家态度不好，讲对了，我们还接受。我跟大家保证，两次三次之后啊，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啊，一定越来越好。他态度不对了，你还尊重还接纳他，慢慢的他就被你感化了。所以人跟人相处啊，不愉快冲突，怪谁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哎，你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大很情愿，不过标准答案又是这样。哦，这讲出来要是很欢喜讲出来，哦，很欢喜照着做。坦白讲啊，真照着做啊，好不好受啊？哎，啊，每次要去做还得深呼吸三次，有没有？哦，然后撑着，好吧，就这么做做看吧。做的时候啊，一开始是勉强的，时而勉强，终则泰然。做久了你就自然了，习惯了。所以一开始的苦，苦在哪呢？苦在面子拉不下来。这个面子啊，害我们害得很惨啊，让我们德行都不能突破啊。啊，明明自己啊起情绪了，起对立了，嘴上还要在那里唠叨，就是他不对，他态度不好。其实坦白讲啊，一个巴掌拍不响，能发生冲突，俗话讲半斤八两。哦，哎呀，诸位学长，你们听到实话居然还笑得出来，请受小弟一拜啊。不简单不简单，听到实话一般讲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苦口的是良药啊，逆耳的必是忠言啊。改过必生智慧啊，护短心内非贤啊。改过了，烦恼轻啊，智慧才能长。还袒护自己的错误短处啊，内心啊就在堕落了，跟圣贤教诲不相应了。大家有没有经验，跟我们最亲的人呢，给我们讲实话呢，我们很难接受。当下能控制得了脾气啊，已经算不错了。但事后想想啊，哎呀，还是很有道理。所谓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人生的德行要提升呢，弟子规这一句啊，一定要扎实的去落实。叫闻欲恐，闻过心啊，质量是见相亲。处事待人接物啊，宽以待人。人家讲对的话，有可举之处，我们学习，我们听劝，不要啊挑人家的一大堆语病毛病啊，这就苛刻了。严以啊律己啊，对人呢，要宽厚。这个 SY 轴啊，千万不能够偏了，更不能倒了。好，我们复习一下什么是 X 轴。毫无边际是吧，
这个无限延伸呢、啊，宽广 X 轴，要宽以待人。Y 轴呢？哎 ，XY 轴你们很陌生吗？我们小学不就学过了吗 ？Y 轴是上下是吧？往深处一直探哦，探到心地哦，不能自欺哦，那个叫 Y 轴。哦，你看我们有一个习惯了，比方犯错了，人家一看到了，首先第一个反应啊，稍微解释一下，是吧？那个就是习气啊。哎，大家想一想啊，做错了还要解释半天呢、啊，人家服不服？这德就不能服人了啊！可能我们解释两三句啊，人家就开始哦哦，想睡觉了，听不下去了啊！当我们讲话讲到人家打哈欠的时候啊，就要稍微思考一下了。讲的话不中听啊，人家有点呢不好意思说了，硬听一下吧。哎，你我们这么护着面子啊，也不好给我们戳破。哦，好，德行要能改人呢，首先呢改自己最严重的过，能改了，就会让人家刮目相看。哦，本来我们很会解释的哈，现在一遇到事马上，哎，对不起，是我不对。你们有没有经验呢？讲对不起的时候呢，亲朋好友突然眼睛瞪得很大。你没事吧？哦，所以中华文化呢，重的是心地的功夫，心地的修养。心地功夫在哪里看到呢？在很多生活的细节当中看到自己的修养。比方，哎，我们有事情麻烦别人了，有没有加一个请？哎，或者任何时候走路吃饭呢，哎，你先请啊，这个请字啊，在一天当中啊，出现过几次？哦，还是现在当领导了，哎哎哎，帮我那个拿一下，哦，还有帮还不错的啊，哦，赶快给我拿过来，你看哦，当了官哦。看起来身份地位高了，德行呢再往下，对人基本的恭敬啊没有了。哦，你包含在学校教书啊也很容易执着。哦，你比方在学校教孩子啊，是啊，在班级里面是孩子一个小国的国王啊。哎，回到家里面了还做国王啊，哎，叫先生的时候呢跟叫小朋友差不多，过来过来。哎，其实人不知不觉啊，他就有执着点，他就有贪着，自己没有很冷静的话呢看不到。你比方跟孩子讲话和跟大人讲话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有一样，也有不一样。不一样呢，是外在的言语；一样呢，是内在的恭敬、真心。这个是真诚心啊，恭敬心不变。啊，因为你有真诚恭敬了，你不可能对大人的时候用小朋友的话跟他讲，啊，你也不可能对小朋友的时候用大人的话跟他讲。
我也曾经看到啊，我们在弘扬中华文化，长期跟大人讲话，突然有一天呢，派个特别任务啊，让他去教小朋友。他那个从头到尾讲话就跟大人讲一样，啊，底下的小孩啊，不知道怎么回应。您看哦，人随时随地你不觉察，都会有新的执着出现。很多人都说啊，跟小孩讲话沟通很容易啊，怎么跟大人这么难？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的分别执着动。哦，你看，孔子也好，圣贤也好，佛陀也好，这些都是啊，历史当中啊，人类历史当中最成功的老师啊，有没有听过他们讲？哦，跟小孩讲话比较容易，跟这个大人哦很麻烦。好，所以任何境界啊，不要把责任往境界上推，要回到根本，叫君子务本，要从自己的心地下手啊。因为小孩子讲了，他执着比较少啊，哦，然后呢，他完全信任你了，那当然你跟他讲话比较容易啊。跟大人，他对你的信任基础啊，跟小孩不大一样啊，还没到啊。到了他完全信任你啊，那也跟一个小朋友信任他妈妈一样啊。所以这个信任为什么还不够？当然要反思我们的德行啊，还有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善巧够不够啊？至诚感通啊，有真诚现前呢，任何年龄啊，任何行业，你都可以跟他很好的沟通啊。哎，所以真正用心学传统文化，叫老少皆宜啊。这个成语马来西亚没有吗？哎，有，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呢？啊，哦，哦，老少咸宜，古文班的人皆跟咸是通的啊。上了一年了，人皆跟咸都不知道啊，那个上个人拖出去。哦，我得拖出去了啊。好啊，哦，所以你看哦，检讨别人都很容易啊，检讨到最后原来还是我自己的问题。你看古人说的有道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以古人呢，啊，在这个道理当中啊，他了解得很透彻。哦，包含古代的圣王啊，他说到啊，正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公。啊，我的错呢，不可以推卸给任何人，而老百姓任何的错啊，都是我的错。哦，真的，当错发生的时候，指责来指责去，对事没有任何帮助，甚至还会有更深的冲突对立。哎，当老百姓错了啊，这个君王马上啊，领导马上啊，是我没有给他教好。大家看一看，所有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心呢，心都软化了。哎，这个犯罪的人，犯错的人，马上惭愧心就起来了，所有当官的人他也不好去指责这个犯罪的人民了，哎，连天子都这么说了，
啊，我没把它教好，那我们也应该尽这一份心啊。啊，上一次我们有讲到上师其道，明善久矣，有没有？有吧？哈，是古文课没错嘛？啊，如得其情，哀今勿喜啊！哦，好啊，所以人的修养啊，从那里看出来？人的成熟度啊，从那里看出来？从能时时反省，从能时时包容，成熟度啊，就是看这些态度啊，能反省，度量大，能包容，哦，能听别人的劝，这个都是成熟度。好，所以孔子说到呢，在他们之前的古人呢，虽然有点狂妄啊，可是啊，性格上是比较直言敢言啊，他直言也是为我们好啊，他直言也是照着道理讲。要能接受，哦，哎，练修养啊，他讲十句有一句对，九句错，我们都听那一句。哦，其实啊，在听那不对的九句的时候啊，都快憋不住了。哦，你这么讲我，这么误会我，啊，忍不住了。哎，修养成熟度啊。被误解的时候能沉得住气，不急于解释，这个也是成熟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家误会了就难过好几天，那个我执太重了，我怎么能被误会？圣人都难免会被误会了，我们怎么可能不被误会呢？更何况坦白讲啊，我们很多做不好的被人家讲也是应该的啦。哦，好，接着呢，今之狂也，荡，这个荡啊，就是呢放荡，没有依据，他讲一些话，他狂妄呢，可是没有照着正直，没有照着对的道理讲，一堆歪理，又很傲慢。哦，所以孔子那个时候就感觉啊，这个比较狂妄的人呢，现在都话都乱讲了，哦，可见得啊，比起以前的人呢，啊，他的一些缺点呢，越偏越厉害了，啊，以前的人他虽然有缺点呢，但他缺点当中还有好的特质，现在没了。你看狂当中啊，他还有比较直率，现在是狂啊，然后讲话都傲慢自大，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所以有学习圣教的人呢，讲话要谨慎，每一句话应该要慎重，跟经典相不相应，跟经典不相应啊，这个话就不在道中了，这个话就要造口业了，哦，这个话呢，可能就误导他人啊，哎，思想观念误导了。假如刚好又是年轻人，是小孩，把你的话听重了，你不毁了他一生？
慎重的人呢、勿使一句话空说，不要讲废话，要讲有意义的话，更不能讲误导别人的话。好，接着古之今也廉，在他们之前的古人呢，这个今是矜持，就是处事啊非常谨慎，有点太谨慎了，就很矜持。古之今者啊，他很矜持很谨慎呢，而且啊他还廉，就是廉洁有守。这个廉呢，我们之前有讲到的，就是指那个堂屋那个柱子所以有棱有角，处事比较方正，但是有时候比较不会变通，可是它还是很廉洁哦。所以古之今也廉，今之今也奋力，现在看起来比较严谨谨慎的人反而呢很容易发脾气，自己严以律己但是也严以对人，看别人做的不是很好了，脾气就来了，就指责了。所以这个在心态上就偏掉了。偏成呢也以高标准来在要求别人。我们反思自己处事的态度，或者看身边人去观察，现在的现象严以律己也很容易严以律人，甚至于呢严以律己的时候还很希望别人呢赞叹肯定，这些所以修行的功夫在外面看不一定准，看心地上的心态状况。所以严以律己还是要遵循的，宽以待人才好。你不宽以待人一严格了，人做的不如自己己意了，这个脾气就很容易上来了。古之愚也直，古代呢这个比较愚笨的人呢他还有直率正直的态度，现在的比较愚笨的人呢却是无知妄作，这个诈就是无知妄作然后欺骗人而已。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心性的修养上好像随着时代一直在往下堕。就是古代的人他虽然比较愚钝一点可是他不失这个正直。现在愚钝还欺骗别人，这个就更不好了。好，所以这里连篇序语引这一句话呢告诉我们了，是言其持守太严，就是这些
很严谨矜持的人呢、啊，他自我要求啊严格，啊，处事啊也很讲这些规矩，可能会让接触他的人呢、啊，啊，虽有不圆和之偏处。可能有不圆融的地方啊，啊，让人家不舒服。而其境界不屈，犹不失为廉也。但是呢，他能够啊守住这些原则，啊，这些分寸，不屈就是面对利诱啊，面对权势啊，他都不会偏离这些原理原则，所以犹不失为廉也，啊，他还啊保留了这种廉洁的本色，所以其实我们身边呢，哎，假如有这样的亲朋好友，啊，你看了会怎么样？你应该把他当宝贝看，啊，现在还这么讲原则的人不多了，都是讲人情哦，随波逐流啊，很多，哦。好，曾经啊，我们听师长有讲到啊，他有一个长辈啊，啊，当时候好像抗战时候啊。这个周邦道老先生呢，好像是他们的校长啊，真的照顾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啊，甚至于啊，好东西都是先让学生呢，自己的孩子排后面，公而忘私啊，啊，也非常廉洁，啊，公司给了他一个电话，啊，单位给他一个电话。处理公事用这个电话，只要是私人的事情，走出家门口到外面电话亭打电话。诸位学长，假如是你爸，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跪下来，父亲啊，我们家为什么有福报，都是因为你有德行啊，请受儿子三拜。你会不会这么做？哦，还是你会在那里，哦，拜托。哪有这么麻烦？哦，你看哦，现在假如真正啊有古人之道风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哦，我们是会欣赏还是觉得他老古板？你看哦，我们这个做人的标准了，现在都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哇，看到这样的人真的是要立正啊，太有德行了。哦，哎，公家的东西啊，一丝一毫都不可能拿回家。哦，公家给他车啊，公事才坐这个车，私事啊坐公车。哦，哎，我们看呢，师长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这一些为人师表者啊，有没有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有没有？有啊，就是德啊，感化，廉洁，仁慈。所以我们身为长辈的呢，有没有随时随地啊，我们的言行啊都在树立小孩的风范啊，给小孩的风范。哦。
所以接着呢，这个胡元元年篇云，有很多文章啊，它的开篇都是叫元年，像还有元君这些文章，这个元字啊，就是呢推究事物的本源意义，就是这个年这个字啊，它的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元君啊，这个君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呢，怕后人呢，对这个道理啊，他越理解越偏颇了，他写这篇文章啊，还原这个道理，这个精神。讲到了，夫士子读书，这个士子是知识分子，读圣贤书啊，所学何事？诸位学长，我们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啊？我们读文言文所学何事？人要随时回到不忘初心啊。这很重要哦，不然都会偏离自己的方向跟目标。好，诸位学长啊，你已经结婚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你结婚所谓何事？学东西啊，要用悟性学，都要还原本来的意义啊。人往往走到半路啊，全部走到岔路上去了，全部走到情绪意气用事去了。所以这个不忘初心啊，是成熟度哦。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啊，常常这样去提醒自己。这样就能呢，有决心有毅力啊，去达到自己本来的目标。不管是学业，不管是婚姻还是事业，还是弘扬文化，我们时时要回到本源上啊。对得起自己的决定。读书人呢，所学的是真正呢修齐治平的学问，不是学一些文章辞藻啊，在那里炫耀卖弄，不是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读书明理，效法圣贤，穷则独善其身，在自己的乡邻啊，移风易俗；达则兼善天下，哇，有机会了，出来当官了。本欲出而自用啊，出来可以造福一方。所学的终于可以啊派上用场了。而欧阳修先生呢提到啊，廉耻啊是君子之大节啊。廉洁有羞耻心啊，
这个是读书人跟君子啊，很重要的做人的节度，名节。因为读书人以后有机会当官了，假如这两个字没有守好，不止啊，不能利益一方啊，对自身来讲，可能呢、啊、身败名裂，可能呢、啊、遗臭万年呢、啊，那还让老百姓啊受苦了啊，因为我为官者没有廉洁、啊，最苦的就是老百姓了。哦，比方贪污了，那就没有所节了。当初读圣贤书的目的也忘了，陷在物欲里面了。哦，所以有一段话呢，大家也比较熟悉啊，叫“耳奉耳禄”啊。名子啊，名高名子。Hello, are you sure? 没有讲过吗？没有讲过21遍，是吧？应该之前在君臣的时候，臣子应该会强调这一点吧。好，首先检讨我没有讲21遍，再来反思，你们笔记抄回去有没有看？告诉大家，抄的笔记啊，回去马上看最能持久，回去3天不看，保证以后也不看。最后抄笔记呢，叫做抄安心的。一个公务人员呢、啊，官员呢、啊，所有的俸禄啊，都是老百姓纳的税啊，人民的血汗钱呐、啊，民膏民脂啊，你在吸他的血啊，你还不好好爱他们，还剥削他们，凌虐他们，劳苦他们，啊，下民易虐啊，上天难欺。老百姓处于低位啊，你可能能欺负得到他，但是上天啊，老天啊，你不能欺骗得了。而且不清廉贪污了，这钱是来自于老百姓的血汗钱啊，你贪污了，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在台湾听到一句俗话，叫一世为官九世牛，一辈子当了官员呢，没当好贪污了，后面九世当牛还债啊。哦，所以该还的都得还哦，啊，像我是属牛的，我也挺认命的啊，可能就是以前答应的事没干好，这辈子来啊，好好把它干完。好，哎，所以这一生呢、啊，其实啊，人该干啥跑不掉，欢欢喜喜做，啊，用欢喜心做啊，功德圆满，啊，以后有大福报会现前。啊，心不甘情不愿的做，念头里还怨天尤人，折服。哦，好，
我们呢，时时啊要记得啊，曾子的一句话，叫“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整个宇宙啊，它是一个一体。哦，你丢出什么，就回来什么。啊，它是一体哦，啊，所以《大学》里面讲，祸备而入者，你用不正当的方法把财货拉进来了，易备而出，你很快的就吐出去了，那本来就不是你的。啊，言备而出者，啊，你愤怒的话、挖苦人的话、毁谤人的话出去了。出去了还会再什么？回来，回到自己身上，易备而入。哎，大家有没有经验？哎，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同事无缘无故骂你一顿，哦，你还觉得有点委屈，奇怪了，我今天又没怎么样，他怎么骂我一顿？回家冷静一想，哎呀，可能3年前有得罪他，只是你忘记了。今天刚好机会到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哦，好，结果呢，大家一听完了，回去想想想，哎，这个朋友为什么骂我？想到最后头快破掉了，真的没有啊，想不起来啊，可能是前辈子。哦，所以呢，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它是超越时空的定律。哦，我们以前呢学物理啊，牛顿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请问大家，牛顿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考试得2分，是吧？哎啊，这个会影响你一生的思想观念哦。这些定律我们知不知道？出乎尔者，反乎尔者，这是定律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哦。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句话我们信不信？信。你真信了，还会骂人吗？还会瞪人吗？还会跟人过不去吗？会不会？你信了一定不会，信了又不是继续撒下去。好，我们闽南话讲啊，不得讲个，懂了还继续做错的，那是还没真彻底懂。那个还啊，习气很重，顺着习气，没顺着真理了。所以真明理的人呢，啊，不再造新的罪业了，不再造新殃啊，不再跟人结梁子了，跟人广结善缘呐。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190页，德育古鉴。定远敌令，这个故事讲过没有？看大家的反应，应该是没有。啊，因为呢，我判断不准，因为我上几种课啊，有时候会错乱。哦，有些进修班呐，
礼拜一的课还有古文课，我有时候会，最近啊，年纪稍微长了一点。好，今天有我们大陆来的朋友啊，说到在潮汕地区啊，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是这个祖籍啊，在广东潮汕一带哦。说有一个96岁的老太太，听课啊，都记得清清楚楚。96岁了，听了觉得很汗颜。96岁的老太太还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哦。她的孙子找对象了。他跟他孙子讲，你叫你女朋友先学这个学好，才有可能进我们家的门。这个老了人这么清醒啊，这个都是啊积善啊，这个都是啊要聪明智慧的表现的啊，一生做事啊很严谨不糊涂。我们看定远狄令，定远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县令啊，姓狄，有富翁死，当地一个富翁去世了，而其妻长家所遗数万金，他的妻子啊，接着长他们家的家产，留下来的财富啊，有数万金，孰欲之？他的小叔动了歹念，想要侵夺，不予告县啊，当然这个嫂子不给，这个小叔啊就告县衙门，而且啊使人密嘱曰啊，派人啊给这个县太爷讲，追得若干，愿与中分，你把给我大嫂要到的呢，我一半都给你。狄立拘其嫂，把他嫂子抓起来啊，拘留，严刑拷讯，严刑拷打，悉追出之啊，把他的财产全部都侵夺了。狄果得其半焉，这个县令啊，果然得到一半。其父积恨而死。世间人呢，只重视看得到的呢，不重视啊，很多看不到的力量是很强的哦。人家这个怨气怎么能消得下来呢？人家刚死了丈夫啊，这是多大的人生悲痛啊！你当一个父母官呢，还这样对待子民。后狄罢归，没当官了，回家乡了。一日昼寝，白天睡觉，忽见前父持一小团鱼挂于床上，好像啊梦中啊恍恍惚惚啊，看到被他害死的这个妇女啊，拿着一小团鱼啊，挂在他的床上，倏然不见，突然就不见了。未饥就过了没多久啊，片身身躯，他的身体啊开始长蛆了，如团鱼状，长的蛆的样子啊，就好像呢团鱼状一样。这个蛆啊是恶性的脓疮，以手按之啊，去按这个脓疮啊，头足俱动啊，就好像那个鱼会动一样，痛彻骨髓啊，
诸位学长，看到这里相不相信这个情况？哦，相信哦，善根深厚。哦，哎，很多人啊，不能受圣教的利益啊，就是这个怀疑心很重，不相信，真的还假的？是不是编来骗我的？啊，在历史当中啊，太多这种真实的因果报应了。啊，任何朝代啊，都不乏这些例子。啊，我们想起啊，汉朝时候，啊，有一个大官呢，大臣叫晁错，汉景帝的大臣，而且还是汉景帝的老师啊，教他读书啊。但是晁错呢，见了一个异见，叫要啊中央啊集权，要削弱各个诸侯的权力，他是为整个国家好哦。可是这些诸侯啊，他们已经做大了，有权了，不愿意啊，然后就造反啊，造反还讲得很好听啊，说我们呢不是要去指责皇上，我们要指责他旁边这个晁错，啊，他是以这个错误的思想啊来影响皇帝，我们要清君侧，要把他绳之以法。哦，所以啊，人有时候做坏事哦，还把理由讲得很好听哦，是吧？啊，明明就是不服从中央的这个领导吧。所以哇，军队真的派出来哦，汉景帝有点招架不住了。啊，这么多叔叔啊、亲戚都派兵来了。结果另外一个大臣看这个局势了，叫袁盎啊，建议啊，皇上是不是把晁错杀了，这些人就退兵了。最后啊，不得已啊，把晁错杀了。结果一杀，有没有退兵？没有。所以啊，这个晁错一心为整个国家朝廷，最后被杀了。哦，好，所以人生不如意事啊，得要看开一点，是吧？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啊，你虽然不被理解，还被误解，还被障碍，只要你发心纯正，功德都是圆满的，而且啊，你的灵性会不断提升。哦，善有善报，别担心，别埋怨。哦，结果我们想一想啊，这个晁错被杀了，当下他是什么心情？我一心为国啊，怎么敢得这样的结果？而且还是那个叫袁盎的做的建议啊，所以就记住了这个冤仇啊，要报复袁盎。这是汉朝的事哦，汉朝景帝啊，哦，那个是汉高祖刘邦。啊，接下来啊，惠帝再来景帝，这都是汉朝初年的时候啊。啊，文帝、景帝，啊，叫文景之治啊。啊，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从汉朝一直到了唐朝啊，经过了几百年，经过了十辈子哦。这个袁盎啊，做了唐朝时候的国师，叫兀达国师，学问很好啊，皇帝封他做老师啊，
送他一个檀香做的宝座。这个元昂 看着那个时候已经是悟达国师了，看着这个宝座呢，起了我真的很不错。哦，觉得哇，你看最高的尊荣啊，起了这个傲慢心啊，哇，没多久啊，这个脚的膝盖啊长了一个人面疮。人面疮呢，还有眼睛呢，还有嘴巴呢，啊，痛得他死去活来，命都快丧了。幸好啊，他之前呢，刚好走过西北一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老者啊，病得很重，啊，昏死过去了。全身还长蛆啊，结果呢，这悟达国师很慈悲啊，用嘴巴去帮他吸脓出来。哦，后来呢，这个老者渐渐康复了，就对他讲：“你以后人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可以到这里来找我。”好，诸位学长，你们有没有遇过呢？躺在旁边的老者，哦，然后他病得很重，哦，说不定他是来给你考试的，哦，是吧？考我们的慈悲心哦。结果这个悟达国师没办法了，命都快没了啊！想起这个老者，就赶紧去找他。啊，这个老者看他病得很严重啊。找到这个河边呢，就拿这个清水啊帮他洗伤口啊，突然呢，这个人面疮啊就说话了，哦，然后就把这个典故讲出来了啊，我是啊汉朝时候的晁错，这个悟达国师啊是当时候的元盎，我等了他十辈子啊，就为了报这个仇啊，结果呢，他这十世啊，通通都知书达理了，旁边都有神明护佑，我伤不了他。刚好到第十世了，还当国师。不过啊，他起个傲慢呢，这个护法神走了，哈哈，机会来了，抓住这个机会了。后来啊，因为这一位老者啊，他是有高度智慧啊，他是佛陀的学生，迦诺迦尊者，赶紧啊，给这个晁错啊，给他引导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样下去呢，啊，无有真正呢，自在解脱的人生呢，通通是在怨恨当中了，啊，让他呢放下这些习气怨恨，啊，才能了脱生死啊。哦，哎，这一段缘分呢，在佛家呢，有一个慈悲三昧水忏，就是根据这个典故啊，啊编出来的。一个忏仪，这都是真实的哦，不是编的哦。尤其佛家众戒啊，不可妄语哦，怎么可以乱讲话呢？这佛门的众戒啊，哦，可能有人说的或许是真的，可是那是以前的了，现在不一定有。哦，告诉大家，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啊，女士，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照片没有？这个人现在在西藏修行，他脸上长了个人头，哇，还有耳朵，那个人头还比我有福报啊。
这里都是下垂的哦。我们台湾就在最近几十年而已，在台中商专有一个女子叫江翠裳，读台中侨光商专，也是啊，长了一个肿瘤啊，那个肿瘤比他的头还大，哇，那照片我们都看过，哇，你说一个女孩子的脸变成这样，本来是校花呢，学校校花呢，啊，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哇，你看她怎么活，尤其啊，她的母亲啊，家人比她更痛苦啊，最后啊，也都是因为啊，冤结啊，那个来抱怨的，最后把她化掉了，啊，就好好修行啊，化解这个冤业啊，不要再冤冤相报了。哦，所以诸位学长，跟任何人有过节啊，放下吧，啊，人家欠你的别要了，要债也挺麻烦的。为什么要债？有时候要过头了，又变成欠人家债了。哦，哎，所有人对我们的无理伤害，通通不计较了，包容了。没完没了的事啊，傻人才做啊。好，所以这一个故事啊，都是这些读书人整理下来，绝对真实。我们老祖宗啊，为了让我们呢，懂得这些道理啊，用心良苦啊。所以他按着这个伤口啊，痛彻骨髓啊，昼夜嚎呼，余年而死。余是超过，就超过一年左右他就死了。凡七五子七孙皆生此疽，五个儿子七个孙子全部都长这个疽，相继而亡。哇，你看这个造的孽太重了，此一孙仅免，最后只剩下一个孙子没死，无立锥之地，这个孙子根本也活不了，很贫困，没有立锥之地。我们再看191页这里啊，所以这个父母官啊，要真正像父母一样啊，才没有造孽啊。绍兴府一布政啊，这布政都是蛮大的官啊，巧于贪韬，就很贪心啊，积财至数十万，即败官规，可能呢有一些问题被人家查出来了，他就赶紧啊回家了啊。这个贪的人啊，都以为贪到手就是他的啊，愚痴啊，横财不义之财啊，拿到了是大祸啊，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那个亦备而出啊，不是财货还给人家就好啦，那个利息什么通通都要算回去的啊，哦，包含造成人家的身心的伤害，甚至人命都要补回去的啊。哎，他回家乡了，因为贪了不少钱啊，买良田千顷，嗯，我还买那个很好的田哦，富甲一郡，在这一个郡呢，算是最富的了。其祖父
屡见梦，言明浅将及。他的祖父啊，好几次啊，在梦中告诉他：“哎呀，你造了损应德的事啊，你要赶紧忏悔改啊。”福性不相信。从这里我们看呢、啊，自己的祖先呢、啊、很慈悲啊，念念都在啊护佑着后代。其实啊，我们现在道德沦丧啊，可能祖先跟圣贤啊比我们还着急啊。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啊，我们这些子孙呢、啊，还在那不知不觉呀、啊，他们很担心啊，因为他们的见识比我们高太多了。但是只要有子孙真发心弘扬文化，冥冥当中啊都得祖先的庇应。你做什么事哦，就突然呢、啊，哎呦，怎么这些力量都出来了？啊，有一句成语叫“如有神助”啊，真的不是假的。这突然缺什么了？哎，到最后一两天了啊，就出现了问题，就解决了。好，你们怎么好像有点信又有点不信的看着我啊？我曾经跟你们举过例子吧，我在海口的时候天气很热啊，我们那个办学中心又没冷气啊，我正在那伤脑筋的时候有一个老板，他太太请我吃饭，后来吃了饭呢，他先生跟我聊啊，很高兴跟我聊朱子自家格言，因为他很喜欢那一篇教诲，所以有时候肚子里还是要放几篇文章，碰碰运气，刚好碰到了，跟他结个善缘哦。哎，他就很高兴了，后来一聊啊，他就把他的饭店有个会议室啊，哇，冷气非常强，然后那个所有的椅子啊，都是很好的木头做的，刚布置好，就借给我们用了。哇，你看，还在那伤脑筋呢，突然，有人出现了，就帮你解决了。后来给人家用了五天呢，场地不用钱，五天也吃了不少东西啊，是吧？总要去付钱呢。要去付钱呢，通通付完了，他太太付掉了，他太太每天都去听课了，听完说：“哎呀，我儿子都这么大了，假如小时候他们的小学老师都学这个，那不知道多好。”他希望更多的幼儿园、小学老师啊、学校老师学习，他就把账结掉了。真的啊，这个时代做这个事情啊，老祖宗福荫啊，老祖宗的福报啊，在成就这些事啊。啊，所以啊，一个人能听祖先的话有福啊，违背祖先教诲啊，这个灾就难免了。所以有一子一孙，他不听劝啊，不改过了，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纵欲嫖赌啊，最后啊夭死了，去世了。这样纵欲嫖赌啊，那个福报也早就折光了。布政公寻染瘫痪，他自己啊瘫痪了，不能动了。子媳孙妇啊，他儿子跟孙子的太太啊，颇有颇住丑身，就不守妇道啊。
这整个家呢就毁掉了。利其有者趋之若鹜，因为他有钱呢，亲戚朋友都开始动歪脑筋了，要夺他的财产，就趋之若鹜啊，好多人呢都在打这个算盘。公由目及见之，他等于是看着这些亲戚啊来一个一个夺他的财产啊，当然了，当下他一定是痛不欲生呐，他又不能动了。垂死家以庆矣，这个庆就是空了，他整个家产全部败光了。垂死就是已经啊快没气了啊。临危啊，临终的时候啊，呼张目大呼曰，张大眼睛啊，大声说道。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啊，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啊。不过人真正感悟了，不要在最后一刻才懂了一些事哦。官至布政不小，当官当到布政不是小官的。田至十万不少，他至那个十万顷田呐，可能是十万亩吧，好，因为他买了千顷，好，我手中至，我手中了，这些财富都是他手上拿到的，最后在他一代当中不到几十年全部都还完了，不是还掉而已哦，子孙全部都完蛋了。说毕而死，讲完了就死了。好，所以这个故事啊，其实我们再冷静想想啊，当到布政使，当到县令，这个都是有大福的人才做得到哦。好，诸位学长，你们家里有没有当县长的亲戚朋友？哇，你看哦，一个都没有，所以当县长要不要福报？要啊！啊，这么大的福报，那也是修来的呢。结果把福变成去造这么大的孽，你说他冤枉不冤枉啊？这小人冤枉做小人。其实坦白讲哦，他能贪得到啊，那个都是他命中有的，他才贪得到。命里没有，你贪也拿不到的。你看，有人铤而走险抢银行啊，还没抢到就被抓了，是不是？有的抢到了还把钱拿回去呢。那个抢的时候啊，还没拿到就被抓了，就他命中本来就没有。啊，抢了还能拿回家，那拿得到的是他命里有的呢。啊，命里有的怎么不用正规的去拿到呢？最后还得在监狱里面过一辈子。啊，所以明理重要啊，弘扬圣教重要啊，人才懂得人生的财富啊，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啊，不是你的，强求不来。人一懂啊，就乐天知命，命运是靠自己去造的，不能触犯法网啊。命由我做啊，福自己求啊。好啊，所以大家假如能够啊，尽力的把了凡四训介绍给亲朋好友，那也是功德无量，让他们了解命运的真相，都是可以靠自己转变命运。好，所以
这个胡先生讲的圆莲篇呢、就点出了读书人学圣贤学问呢、是要利益国家人民啊，本欲出而自用，为国家做栋梁，为兆民谋幸福啊，这个是本来的心愿啊。所以廉洁啊，也是从这一份使命，这一份呢、利益老百姓的心啊，很自然呢会提起的态度。所以及以廉于自次，这个及以啊，就是最要紧的，就是要品德端正啊。这个廉于啊，就是品德啊很端正。自次，这个次啊，就是很谨严谨慎啊，严肃的啊来对待自己的行为啊，都可以用这个次字，其实就是洁身自爱啊，清操自立啊，清廉啊，守节操啊，自立自强，以不贪为宝啊，不是以财物为宝啊，以能不起贪心，守住德行啊，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啊。学古圣贤，知一戒不以与人，一戒不以取诸人。啊，古圣先贤处事啊，都是非常廉洁有所。这个一戒啊，可以当一个啊，或者啊，跟这个戒啊通。一般草芥就是很微小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小草，连这么细小的东西啊都要守住原则啊，一戒不以与人，这个与是给人，就是再小的东西也都啊要符来的是符合道义的东西啊才可以给人啊，包含了我们今天奉养父母，假如我们赚的钱不干净啊，哪怕你拿再多的钱给父母啊，那是不孝啊，那是在羞辱自己的父母了哦，都是啊光明正大取之有道的钱啊来奉养父母。一戒不以取诸人，这一点微小的东西啊不符合道义的话呢，绝对啊也不啊收受这个东西，不接受啊，这个都是廉洁的表现。虽贫而不受禄金，虽然在怎么贫穷啊，绝不收受贿赂的钱。虽渴而不饮盗泉，再怎么渴啊，都不喝啊盗泉里面的水啊，可能呢就是刚好呢这个河水啊，这条河啊取名叫盗泉啊，那这个读书人呢，他不止在行为当中戒贪呢，他在心理上啊也提醒自己不可以落这个贪的念头。哦，这不过做法因人而异啊，最重要的是提醒自己啊，你可以不喝，你也可以喝。晋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吴隐之，他刚好要到广州啊去当官，还没到
广州啊，前20里路啊，到了石门这个地方啊，刚好当地啊就有一条河叫滩泉，名字就叫滩泉。然后呢，当地啊都传说呢，喝了之后啊，人呢就很想贪很多。哦，要不要喝？啊，结果啊，这个吴隐之啊就喝了。啊，然后喝完了，他就赋了一首诗。啊，他说：“古人云此水。”一错怀万金，喝了一口以后啊，就会想要贪千金。这个错就是喝饮啊，事使怡其饮，伯夷叔齐啊，这非常清廉的圣者，终当不易心。气概，古人云此水，一错怀千金。哦，事使怡其饮，啊，终将不易心。伯夷叔齐是清廉的人呢，啊，他们喝的呢，也绝不可能去贪念。哦，您看哦，古人的心目当中啊，时时都是效法古圣先贤的榜样哦，我们现在都是不跟上面比啊，都是哎，他也拿了，他也喝了，这心态在这里啊差很多。哦，好，好，诸位朋友，诸位学长，你们喝了会怎么样？终将不易心，喝了没有？大家都喝过啦，为什么？整个大的社会是个染缸啊，你没喝过水啊？喝了能不被污染，能不醉，是功夫啊。好，这一节课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